Win Win， 现在我们去哪里呢？现在我们要去这个打羽毛球。羽毛球，对。嗯。你穿什么衣服呢？我穿的是这个运动服。吼吼吼！我看看你穿什么衣服吧。哇哦 ，Ken， 穿 hip hop 的衣服。哦，可爱。谢谢。今天我们要去打羽毛球。对，因为昨天 Ken 他一直吵吵着要去打。对呀、啊。但昨天因为太晚了就没有去，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去打。对，我们打了四年。对。今天北京下雨。对。三天一直下雨。你来北京那么久了，一直在下雨。对。对吧？可以，可以，这个北京的 Angel， 天使、啊，一直大鹅天使。可以是北京的天使，看到我哭得很开心的，来北京，所以他们一直哭、哦，可能是的。So this trip, my guide is Dong Sichang. Yes,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Wenwen. I'm from Weili. I like Sunday and today. 你说什么呢？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今天要打羽毛球，就是我们说好了，就是输的人要干嘛？输的人呢要，为什么很红啊？因为你很开了紫外线，因为你很红吧？对吗？今天呢，输的人呢要买单，对，买单，然后买饭，是不是？我们说是这个二打二，二 v 二，是不是？哦，但是我打算去一 v 一你们。哦，你有信心吗？有信心。哦，信心。那行，猜我给思密达。那我今天就晚上吃啥好呢？我想想，我选个贵的。我真的给你看，我本来是一个选手，是 professional 选手。你怎么那么多选手？你怎么是这么多运动的选手？因为我是李永信。哦，李永信充满的能力。厉害厉害厉害！我们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再开机。拜拜。拜拜，大家好，我们 finally 到 badminton 的 the place， 你给我五分钟，我要去换衣服。输的人反正要买饭。Ready？ 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大家看看我的球技，我怕吓到大家，我的球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知道不？啊，羽毛球啊，拍子是非常重要的。还算趁手。羽毛球也要非常的好，也是很专业的。像我们这种，很简单。설레너무오랜만뭐야나는어떤색깔일까요이거누나저한번윙카트해볼게요여태不说了。
简单，请他，请大家看看我的羽毛球实力。我呢，和水一样。不是的人就，你说、啊，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工作人员吗？七个饮料。한세트몇개들어봐여기아웃스아웃스먼저찍어요오버100%커오버잠깐만내치게내치게오케이잘봐我膝盖，你要戴手表。对。哎，我都不太认真对待你。用什么的？我先。快快快！快快！这个满一个。一、一。一比零。OK， 看我卡住第一点。喂。哇。二比零。나이거받아야지받아줘아니6比0나이거받아야지아니어오케이하나받을게오매매6比2형잘못했어한번제대로치자네잘못했어오6比2掌声花色一片，一片，一片，不要不要，好的，我也不是，不好，那我先看看，好，好，七比三，又七比三，小心开打，可以打吗？别让我，啊，我也不让你。免费请大家喝水，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想，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想请大家喝。哎呦，我一直想请大家喝一杯，对，嗯，三台子。我现在是第几分了？21，21分，21分，时间能打的是21分嘛？然后我跟倩一组，然后打对面两位，就是还看起来很凶狠的。我们的经纪人哥哥们，我们是二打二，对，然后来吧，输的人要干嘛？输的人要干嘛？我跟你说，我现在打不过就加入，输的人要干嘛？最后定吧，最后定吧，最后定好，爽，输的人要答应赢的人的一个要求，你们就准备好答应我们要求就可以了，其他不用管。怎么样？微微，一比零。Yeah.
힘들어. 他太专业了，他太专业了。我感觉你是学过，因为每次叫我。生死我也带吗？啊，你是生死，他是选手、啊，因为我们打都是这样打，然后打，然后这样，然后偶尔中一下，这样子，然后 test。邻居家的大爷，或者是公园里面的什么叔叔们打，他这种就太专业了。我踩死。我以为你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我最好的运动，躺着休息吧。现在感受也是很累，现在感受很累。然后呢？开心？你开心吗？已经八九十了，真很久没练打羽毛球了。对啊。那他是？我原本以为你是开玩笑的，你说你是选手，我真的今天发现你真的是选手，你真的是选手，真的很厉害。开运，对，今天运动其实也挺好玩的，对啊，还挺开心的，流了很多汗。下次的运动你定了吗？还没定吗？还没定吧，我们下一次如果有的话，然后拍下来，然后再给大家看吧。好的，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现在我们要去我们的家吃东西了，对，拜拜。